本节目由资深八婆奥黛丽为你吃瓜播报，预定又一刷屏神曲，水月哥哥沈腾 C 位出道，由闫飞、彭大魔编剧并执导，沈腾、宋芸桦领衔主演，张艺明、张晨光、常远、魏翔等联袂出演的特效大片《西红柿首富》将于7月27日全国上映，目前影片预售已火热开启，近日首度公布影片插曲演唱者曝光的合作海报，水月哥哥沈腾怀抱火箭一飞冲天，火箭上印有醒目的创造101 logo， 揭秘真相，火箭少女101来袭，这是火箭少女101成团首次现身电影，暑期档最夯喜剧电影与今夏超活力新生女团完美阵容携手，势必成为攻占各大平台音源榜的大热 pick。 电影《西红柿首富》与火箭少女101的合作可谓势不可挡，此次火箭少女101将会为影片活力献唱量身定制的插曲，曲风轻快活泼，旋律抓耳，歌词朗朗上口，承载影片天降十亿现世童话的爆笑基因，洗脑神曲动感十足，让你笑出新高度。无论是火箭少女101成团电影现身首秀，还是西红柿首富的锦上添花，都是一次珠联璧合的成功携手，堪称2018年最欢乐电影插曲。当11位美少女首度合作首富，又将碰撞出怎样的喜剧火花，令人无比期待。不少网友直呼西红柿首富携手火箭少女101，这是什么喜剧神仙组合，乐出声。727影院必 pick 西红柿首富安排，这是说票房要向火箭一飞冲天，喊出水月哥哥的名字 pick him up，听完你会忍不住唱起来，为西红柿首富疯狂打 call， 天选首富沈腾遇上全民 pick 火箭少女101，妥妥的天作之合。这个夏天，我们从中国首档女团青春成长节目创造101中见证11位人气美少女闪闪发光，他们在3个多月的时间从101人脱颖而出，组成新生力量，火箭少女101逆风翻盘，向阳而生的励志逐梦成团之旅，也与西红柿首富李王多与沈腾是领衔的顶级球队大翔队，一众足球操汉们为梦想不懈拼搏的热血征程不谋而合。今夏刷屏神曲即将来袭，7月27日，一起见证西红柿首富特效来袭，感受是金子总会花光的。目前影片特惠预售已全面开启，观众可以跑步前进，赶快锁定黄金席位。好了，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，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，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扒一扒，嘻嘻嘻嘻，喜欢就赶